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鸭子，咱们今天继续来《魔物猎人》闹。12月7号的今天，总算迎来了第一次的大型更新，一个一个来看。先看武器平衡，在之前呢，官方的武器调整中，其中鸭子最担心的无非就是远程武器的弓还有轻弩会被削弱。结果一早时装之后呢，鸭子立马出门开战，的确有感，白字的部分呢伤害减低，那依照八友的计算，大概是减低了 20%。不过只要玩家能够准确的瞄准弱点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伤害碾压还是可以克服过去，让鸭子也放心了不少。早上出门八支五的黑角龙弓还是有相当多的八星能打通关，所以个人觉得还行，弓以及轻弩依旧会是鸭子推荐外出狩猎使用的，毕竟容错率比较高。这次的改版的确有影响，但也不至于不能玩，甚至还是蛮推荐新手玩家投资使用的。那说完武器调整，今天最夯的无非就是新武器的登场，长枪以及双刀。其中双刀呢，鸭子有做一把角龙的来试玩，装备搭配的话是火龙头、火龙身、雌火手、雌火腰，还有骚鸟脚，挑战了二星的骚鸟体验。哇，也太帅了吧！是真的有够帅，尤其开大卷的时候兵长斩真的帅出一个新高度来。不过不熟悉，所以最后没有挑战成功，感觉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，这个就让鸭子有空慢慢玩慢慢研究。那今天的更新呢，还有一个大重点，就是会有新的魔物登场。很多人都在问说怎么看不到这个呢，必须要完成一定的任务才能遭遇。打开游戏来到每日的任务内容里面呢，就会多出一个剧情来，只要依序的完成系统给的任务，一路的往下解，可以先遭遇的紧急任务是四星的鼓槌龙，这个鸭子已经解完了。大家鸭子要来打这个鼓槌龙了，虽然它的星级有点低啊，不过我们拿出这个黑角龙弓来应付它，应该轻松愉快。星级有点低，四星而已，轻松愉快啊，我相信。头部，哎呦呀，这是什么？根本还来不及看清楚他的动作，马上就倒了。伤害输出是真的太高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打了什么就结束了。在挑战成功之后，鼓槌龙就会出没在野外的沙漠以及沼泽地形，大家就可以去找他挑战。那鸭子呢，也迫不及待的再找了一只八星的来处理。这什么？哎！它有点像那个土沙龙，而且它好大只哦。其实鸭子真的不知道它在打什么哎。他这是跌倒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有一个右后脚了。反正打过了，看不知道是什么鬼，反正他就是在那边蠕动，然后最后就把他打过了。好了，三星的话，看来我们是轻松愉快。如果更加熟练一点，我相信可以打得更好，而且很难分得清楚他的头。哇，还中龙玉啊！你看大家，这是不是太赚了？可惜活动那个加倍活动昨天已经过去了。OK。对了，居然意外的还送上了龙玉，阿里嘎多金刚虾。那鼓槌龙的装备呢？稍微看过，都是免属性功能跟防御功能。鸭子呢也不加琢磨，毕竟这种东西呢没有实测也难以判断它的优劣。重点鸭子也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就是了，先观望。那大家如果有打过了鼓槌龙，可以研究研究。而完成了鼓槌龙紧急任务之后，后续还是有任务的。想要遭遇猛牛龙的话呢，就要在一路的解任务，来到紧急任务出现猛牛龙。一样挑战成功，它就会出现在地图上，然后是冰牙龙，挑战成功之后呢，它也会出现在地图上，最后就是雷狼龙，这只呢是大家最期待的。不过雷狼龙的紧急任务它就有特别
说明了调整成功之后并不会出没在野外，会以特殊的方式出现，这个呢等等会说到。那画面上呢就是今天新开放魔物的任务一览，让大家参考一下，只要依序的挑战完成，就会有三只新的魔物开放在野外让大家去挑战。鸭子呢现在目前只打完了第一只鼓锤龙，后面的部分就慢慢来吧，毕竟任务真的有点多，大家加油了。接着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活动的讯息，告别了前两天佛星的报酬加倍，鸭子收获了15颗龙玉，真的超级补的。之后会登场的活动就是雷狼龙的强袭活动，还会有新增一个大型连续狩猎的功能。这个大型连续狩猎呢就是官方之前有说到的新元素，就鸭子来看，它就是 Pokemon Go 里面的团体战。12月15号登场之后呢，就会时装在游戏内。先来说说一下大型连续狩猎是什么，就是会有部分的采集点在特定的时间变成大型狩猎点，玩家只要去挑战它，就会有5只大型魔物连续登场。不确定是不是会先公开有哪五只，让玩家再决定考虑是否要参加，还是像盲包一样开战了才知道，这个就要等到时装来实测了。而官方还有说，大型连续狩猎点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如果你在参加了一次大型的狩猎之后，就要再等时间重置才能再去参加其他的大型狩猎。会不会是一天参加一次好像有点太少，还是每三个小时参加一次，不确定。总之如果你不花钱就是要等待时间，那如果你花钱购买连续狩猎券，就可以直接再参加大型连续狩猎，是不是就跟 GO 里面的入场券概念很像啦？那这个新功能将会在12月15号登场，而刚好配合雷狼龙的强袭活动，12月15号到12月17号呢，雷狼龙在大型连续狩猎点中登场的几率将会提高，而且最后一只一定会是雷狼龙。所以呢，想要收集素材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段的活动时间。那官方也有说，大型连续狩猎的魔物会比平常来的更强，请大家呼朋引伴，到底是会多强，鸭子真的蛮好奇的，希望是一个人有机会挑战成功的，不然边缘的玩家是真的蛮可怜的。那再来就是12月17号活动结束之后，大型连续的狩猎点还是会存在的，就是遭遇到雷狼龙的几率将会调回正常。那最后没有说到的就是扩大物品栏，这个呢要等到12月中才会有更新，大家就再稍等一下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登场的讯息或是鸭子有发现的部分分享给大家。好啦，那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今天的更新呢还有加入很多的新装备，那些呢就没办法现在马上跟大家分享，就只能一边玩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再来跟大家分享啦。好啦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的影片再见了，各位拜拜。